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多少年结成的缘，多少年修来的分，福分加缘分，才成为一家人。进了一家门，就是一家人。多少年相伴的爱，多少年不变的情，血脉和情分连接成一家人。什么事情都要靠男人呀，我自己就没能力吧？难道我就做不成？哼，就这么丢人吗？什么叫有脸没脸？什么叫丢人呢？哎，你是小啊，年轻啊，不懂事啊，幼稚啊，还是不懂得生活？啊，
你不就是走错这步路，嫁给韩俊生了吗？那你既然已经嫁给他了，你就把这事，把路走下去嘛。干嘛还非要离啊？人家又没亏待你，又不是感情问题，不许离。妈，你说的简单，要是他妈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？我婆婆什么人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到时候，这婆媳关系该怎么处啊？是没婆婆，你怎么能理解？那你跟古风呢？你跟古风就能处了？我跟古风怎么了？我们俩现在怎么了？你不要老不老就翻旧账，提来提去的还有什么意思呀？讽刺我呀？我讽刺你干嘛？好好好好，咱不说这个。我跟你说，只要咱们把嘴封住，咱不跟别人讲，那谁知道你是秦建国的女儿啊？对不对？对，他妈南岗，那他妈还能老活着呀？他也不能永远陪着你们一辈子啊，对不对？忍一忍吧，忍一忍，海阔天空，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是不是？我知道你是为了小姨，但是你也别否认，你看上他们家钱了吧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怎么非要这么想我呢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样再离第二次婚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呀？非得一个人带着孩子过这种苦日子？干嘛？非得让人家夸你啊，说你多么多么了不起的女人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么能干，多么坚强，有什么用？那叫打肿了脸充胖子。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我说了这么多回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呢？反正我话撂在这儿，这个婚我不允许你离。不许离。是妈包的饺子吗？特意为你包顿饺子。二来，妈是想了解一下你妈对这事儿怎么想啊，什么看法啊？怎么了？你妈不是不喜欢我们家小敏吗？说她是骗子。那她干嘛还扣着户口本不让离啊？这我就搞不懂了。那她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啊？再说，最近妈不是一直没看见你吗？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你跟妈说实话，怎么想？我不管我妈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倒是希望她扣着户口本。我不想离，所以我也希望您劝一下小敏，让她不要太拧了。行，我劝她，没问题。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，咱们开开心心的不是挺好吗？可不是嘛！哎呀，
真是，我一直跟她这么说，虽然说吧，她嫁了个不该嫁的人，可是这人她真是嫁对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坚持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啊，没事，妈支持你，去吧去吧。她就在屋里呢，去看看她。哎，那我进去了。哎，好好说啊，别着急，啊。你放心吧，妈。哎。悠悠，顾丽呀，你看你弟弟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瘦了吗？还没瘦呢。你照镜子看看，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啊，就是刀子脸剩一条了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天天是不是都睡不着觉啊？你说你这过的什么日子啊？我想想我都心疼，你知道吗？老丈母娘又来了。啊，又来了。奇怪吗？我跟你讲，他每天现在跟上班那么准时。哎呀，在家里烦，跑到我们家里躲着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哎呀，你这俩女人够可以，你这俩丈母娘也都够可以的。你说，一人咬你一口，就把你吃了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我就瘦了。你看你说的。什么看我说的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说你找的什么女人呢？啊，一个吧。都散了伙了，嫁了人了，还生了你的孩子。另一个吧，自己还是孩子，还没断奶，还弱智呢，也要生孩子。有时候我看着我真想笑啊。哎，我说妈，你能给你儿子留点尊严吗？啥意思？妈怎么不给你留尊严？我跟你讲，你要这样说，我可认真了啊！我怎么没给你留啊？我要没留，五年前的结婚典礼上，我就把这事儿揭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五年我跟你爸都过的什么日子，你知道？天天都睡不着觉，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掉，天天为了你。跟你讲，儿子，这女人真不是乱找的，你找不好一辈子受罪。你现在体会到了吧？你现在觉得是火水深火热了，晚了吧？哎呦，妈妈，你别说了，你不怕人家听见呢？我不怕，听见听见，你妈怕谁呀？你怎么越说越来劲了？走走走，到我屋里坐。你别吱吱吱。古风，你赶紧去看看他。我跟你讲，古风，你别这样说你妈啊！什么叫我不给你留尊严？我不给你留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别倒打一耙。你不都是这五年来不都是你干的事吗？那不都是你闪婚带来？你不闪婚能有这事吗？这几年你妈怎么过的？这水深火热，我跟你讲，我才水深火热呢。我跟你讲，我受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也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比赛你知道吗？叫墨迹大赛，你要去了肯定能拿第一。我臭你！我，你赶紧看看吧，你把他伺候好了。你妈算什么？你妈不算什么。赶紧去看他。跟你讲，你说他说的什么呀？我不给你，我要不给你，我。做母亲还用学吗？生下孩子就是妈，连心态都会变的。也不知怎么了，你的心会不由自主的总是牵挂着他。吃好了没有啊？穿好了没有啊？暖不暖和？安不安全？这一辈子都操不完的心。所以啊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和你病逝的妻子，把这么点大的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儿养得那么好，那么大，真是不容易。既然这样，干嘛要离？非要离吗？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跟我一起去语言教，这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还做得这么绝，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，为什么呀？
问了好不好？赶紧回去把户口本拿来，我们真的还是离了好。做什么我都可以让着你，你做什么我都可以容忍你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你得让我活得明白吧，啊？为什么呀？我的命跟我妈一样，真的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你的继父秦建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是真的，是我妈亲口告诉我的，还能有错？当年他们也想私奔，是我外婆拆散了他们。后来我妈嫁给了别人，却生下了我，跟我一模一样。我也是跟别人结婚了，却生下了古风的孩子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是我妈亲手带大的，她为我吃了不少苦。所以才会拼死让我把孩子放回去，一定要送到谷家。以前我还不理解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。后来的事情，你都知道。就是这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我妈知道吗？这个应该不知道吧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谁不要点脸呀？尤其是我妈，特好面子。啊，对了，君生，这件事情千万别跟你妈说。老太太要是知道这个，她能受得了吗？她不气疯了才怪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电话。小李啊，啊，啊啊！上哪儿闹去了？跑厂里闹去了？啊？他怎么着？甭怕他，他闹得厉害，不用怕他，再闹派人把他绑起来。对，我说的。啊，对，我顶着呢啊，不用怕。好好好，挂了，我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。好好。怎么了？太不要脸了！严敏他小姨，还他跑到城里闹去了。我找他，我还没找他，他找我来了。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我怕他，真是的。我正要跟他说的呢。碰这事儿甭害怕，你记着，跟我学着点。收拾死他！哎，妈，你不是头疼吗？不疼了。妈。妈，你哪儿疼啊？哪儿都疼，哪儿都不疼，哪儿都疼。啊。让你老丈人给气的，他在天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这头不都走了吗？怎么气？妈，我送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古风，你就记着，有一天你要对不起我们家贝贝，你小心我整死你。走。静美他妈已经走了，啊？走了？一个招呼都没打算就走了？跟我摆了摆手，让我告诉你一声。你看看，你看，看见了吧？这什么人呢？这懂不懂点事儿啊？到人家串门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伺候他一整天，他就走了？真是天难找地难寻，蝎子把他头一份儿。这古风，这摊上什么样的老丈母娘啊？他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到咱们家来干嘛来了？根本就不是对古风好，他就是看着咱们家房子了，他就是爱钱，比严敏他妈还务实呢，真正的小市民。你信不信，古风那个公司在经济上肯定被他掌控了。别瞎说，不会吧？
他手指那么长啊，连那么小公司他也想那什么呀？真这样的话，那我得说他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想干什么呀？我去问问古风。妈妈，你别问了，我只是猜的，就给古风留个面子吧啊！就算是，他也不会跟你说的，他还怕你笑话他。哼，吃个橘子吧。都怪你呀！怎么能怪我呢？当初我只是介绍他们认识，又没让他们闪婚呢。你不认识能闪婚吗？我跟你讲，古丽，是为这我恨你一辈子，我记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古风也是。怎么就那么笨呢？什么女人都拿不住啊，老丈母娘拿不住，媳妇儿也拿不住，哎呀，教都教不会，气死我了！他妈，饺子好了，赶紧吃吧。给你来点酱油啊。说我干什么呀？我还是你妈呀！我还是你妈吗？干什么？你非得把我卖了？非得在你老公面前让我出丑，给我难堪？你问他心里怎么想？啊？你问他心里怎么想？啊啊！丈母娘跟我继父还有一腿，这心里指不定怎么笑话我了。妈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啊？你千万别说不会。哪个不向着自己的妈呀？哪个长辈不希望在晚辈面前多点尊严啊？你可倒好，生怕你妈不出丑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你们的事还不管了，你们离也好，不离也好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爱离不离，爱咋地咋地。我不吃。妈。妈。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告诉我就告诉我了吧，干嘛还要跟你妈说一声啊？你以为我想跟她说呀？是她一直在跟我叨叨，说不要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她老没完没了的，我一着急，我就跟她说我已经跟你讲了。现在倒好，生气了，还真生气了。说你们两个人也是，你们是不是一天不吵架，这日子就没法过呀？哎，这么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没事的，你别担心，一会儿我去哄哄他，哄哄他就好了。赶紧吃饺子吧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来，哎，小敏，咱俩说好了不离婚，这次可不能变卦了。说说，别隔三差五就往我们家跑，来了之后还指手画脚。他来也行，你让他走的时候说一声啊，这连招呼都不打。你说我们家人这不给他白忙活了吗？忙活怎么了？不打招呼怎么了？哎，你家人算什么呀？太高抬自己了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不想跟你吵架啊。哎，是不是就让你们家花几个钱就了得了？心疼了是吗？不就是花了那几个菜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古风，这点钱算不了什么，我慢慢跟你算。倒水去，我想喝水。小猴子，你倒。干什么你？你说干什么呀？我让你去倒水，你没听见？韩金贝，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
我就是疯了。自从嫁给你之后，我就已经疯了。韩金贝，你一天到晚非得闹得咱们俩分手是吧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就这么想分手是吗？那我问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他是一条生命，你不会想要把他给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古风，这句话我记得。我们就算是离婚了，我一定会把他给生下来。这笔账我们慢慢算，你等着吧。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？你。钱有想要钱的办法，知道吗？上次秦建国跟庄锦的事儿你没跟我说完，你说了半截儿，对吧？没有，真是真没。你确实没说清楚，他们的事情我都知道。我为什么要让你说呢？我想听听你是不是诚实。你说清楚了，钱我都给你；你不说清楚，一分钱都没有，知道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是别提了吧。要提，我想听。哎呀，那闫妮是秦建国和我姐姐的女儿。你再说一遍。你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咱们家已经找不到空杯子了，不都被韩金贝给摔了吗？还没顾上买呢，回头我去买吧。哎呀，手贱啊！能都不说了吗？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。谁不让你吃饭了？谁不让你吃饭了？哎呀，我这忙了一天了，伺候完你丈母娘，伺候你老婆，啊，还要我怎么着啊？你有气儿别冲我这儿啊！你心里烦别冲着我、啊，那媳妇儿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你赖不着我。算了算了，妈，别说了。摔个杯子，我说两句怎么了？我还不能说了是吧？我多余是吧？在这个家。行，我烦，我烦，行了吧？你们吃吧，你们。我不吃。妈。妈。妈。干什么呀？妈又没说什么。吃吧吃吧，我去看看去。哥。啊，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我嫂子严敏的。嫂子，你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啊？
小查理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为什么把他给扔在我婆家门口啊？你不会跟我老公也有关系吧？你看你说的能有什么关系？我赶紧回家。你放手！你不用处处都袒护着他，我在问他，没有在问你。你说吧，你跟古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金贝，你不要瞎猜好不好？我瞎猜？如果我之前一直都是在瞎猜的话，我今天还真说对了。我只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你就可以立刻无话可说。你进去看。吃什么？我再给你做几样。哎呀，你去跟你老婆说，把那个摔碎的杯子给我照原样买回来，在墙上贴个告示，禁止手贱，禁止乱摔东西，我就吃饭。我给你撕张纸让他写，撕张纸。你撕。哟，你这还记账呢？记得还挺清楚，那简直就是当会计的料了。行啊。我到你公司当会计怎么样？行啊。你说了算不算呢？啊，儿子，你说了算不算数啊？算呢。算个鬼呀你呀！我跟你讲，儿子，我一直给你面子，我不愿问你公司的事，我问你说了算吗？我问你，你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已经完全被你老丈母娘控制了？谁呀？谁控制啊？控制什么呀？别装了你啊！你还否认呢？我都打听清楚了，现在连财务账都在他手里，花一分钱都得经过他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你别瞒我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混这么多年，你就是一打工的呀，你说咱算什么呀？妈，你就是一克克伯呀！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，我那公司呢，现在生意也不太好做，赚钱赚的也没多少。他来呢，正好给我拉一些生意过来，明着是他管，实际上呢，是我雇的他。阿 Q， 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儿子，妈原来不愿意跟你说这些事儿，因为什么？妈也不懂。另外，真是给你留着面子，但是妈今天就告诉你一句话啊，你要这样的话呀，就一钱不值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永远你抬不起头来，挺不起腰杆，人家永远都瞧不起你。古风在哪？爸。今天鱼钓的怎么样啊？哎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，你看看都几点了？啊，我还以为你都不知道回家了呢。你，我今天钓了很多鱼，大丰收。好啊，让你儿子多吃点鱼补补脑子。完全被老丈母娘控制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是这么回事吧？我老丈母娘呢，非得管我公司的财务账。你说我要不让他管呢，这吵来吵去的不又得打起来吗？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让他管，我需要用的时候呢给他打一电话，他就过来给我干，实在不行我再克几个不就得了吗？儿子，你说这话妈都想乐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克人，你克又不犯法呀你啊你，哎呀也没辙啊。他爸，咱也得理解咱儿子，没辙呀。你说你摊上这样老婆，你这样又自己找的，怎么办呢？受着吧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呀？
自作自受啊！哎，跟你妈说清楚啊！我说什么清楚？不都说的挺清楚的了吗？再找辆车送你回去。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你放手！你干什么？放开！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已经算对他客气的了，我没有把严敏的脸皮给撕破，已经算对他客气的了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呀？抬手就砸东西，你还有个女人的样子吗？我不像你老婆，最像邢老板。一个不要脸的女人已经把绿帽子扣你头上，你还不知道呀？贝贝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严敏她不是你想象那种人，你明白吗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替她说好话。你是不是找不到其他女人了，非得娶她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必须马上跟她离婚，要不然你不是我亲哥。贝贝，俊生啊，俊生。妈，小敏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能好吗？被你妹妹骂成这样，她把房子也砸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硬忍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把事情处理处理。我们小敏可是被动的，她什么都没说。你看见了，他一个字儿都没提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他解释什么都是没用的，还是让时间去化解吧。给你，手机拿着，去去。妈，你跟小敏说，让她别多想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。就靠你了啊，去吧。行，妈，我先走了啊。真是的。俊生刚才来电话了，怎么说金贝跑到严敏家大闹一场，知道我不和严敏的事情了，说看见什么结婚证了？什么结婚证啊？就是我跟严敏那时候没卡上的结婚证，你放哪儿了？哎呀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，肯定在那抽屉里呀！快找，好好找找，别着急，丢不了的。真没了啊！哎呀，都怨你妈！当时我说烧了，你非说不烧，你非说不烧。老三，老三，老三，怎么了？哎，老三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他们好像以前在哪看见过严敏和古风那两本结婚证？你还记得放哪儿了吗？严敏、古风就放那个抽屉里了嘛，放照片那个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怎么放照片？怎么？是我也记得，是这看见的。怎么回事？在底下。哎，那这不对了，不对了，就放在这儿，没了。完了。怎么了？被韩金贝拿走了。不可能的事儿，我跟你讲，要是在这块也是你们哪弄的，我明明放在那儿，肯定你们找照片是给人折腾到这儿。看看你们弄的乱七八糟，你们会不会办事儿啊？肯定给拿走了，你们找吧，继续找吧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反正来了事儿，咱也躲不过，就停着吧，等着吧。你看这肯定翻天了。家里乱的一天，我跟你讲，这你们整天这坏事儿。瞎嚷！我跟你讲，肯定是他们。哎呀，这照照片整到那儿去？别急，要怎么会没呢？你说，哎，你说人家知道怎么弄啊？这个出事了吧？买了吧？这你置的好家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幸灾乐祸是吧？啊，这家不是你的呀？是我的呀。出事了你不担着呀？这是归你管呢，是吧？什么东西都找不着，天天对我发脾气，哎，天天欺负我。今天没了吧？找不着了吧？哎，你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你呀？那怎么样？啊？那这怨我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几十年你也就好像占这么一回上风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回就说明问题了。说明不了问题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他们弄错的，并不是我的问题。你别怪别人啊！我放在那儿，我就他谁能放？这东西放咱屋了。谁敢放我那屋上？就他们给弄到这儿了，还能怨我呀？行了，别说了。哎。快走。刚洗完澡啊，就得钻到被子里面，要不然会着凉的啊。妈妈，小姑为什么跟你吵架？我洗澡时候都听见了。你听到什么了？他为什么骂你是个骗子？那你说我像骗子吗？不像，你是个好妈妈。谢谢你的夸奖。赶紧睡觉吧啊。真乖。
位置，离我远一点。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呀？我已经知道你跟严敏的过去了，小查理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亲生儿子。你现在才想要来跟我谈，是不是晚了一点了？早干嘛去了？我一开始就已经问过你，小敏割腕了，这个小敏到底是谁呀？古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骗子，你这么多年就一直隐瞒我，就一直在骗着我，从头至尾就骗了我那么多年，你就是一骗子，大骗子。没骗你，我隐瞒你不代表欺骗你，是因为你一直都怀着孕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是怕伤着你。我是想等你把孩子都生下来，都稳定了，我会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。说白了吗？漂亮话谁都会说，我可以说的比你更动听。是谁呀？是谁猫在公司在跟严敏在那儿喝酒啊？哎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嫂子了，你们还这么来往，还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你们之间就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从我跟你结婚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的关系就已经非常清楚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好吧，我理智一点，客观一点解决这问题，要不然的话，小查理还有你肚子的宝宝是最无辜的，他们是不会感到幸福的。你说吧，你要怎样才可以相信我？颤抖，和和妹妹一家人，幸福才有可能。关心相同的事，传递共同的情。